我们的口号是纪实录下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纪实录下，主角覆盆子口服液，配角原味糯米糕饼干，友情客串鸡蛋，导演德里克宋，动长游感五游感，动长游感行游感。左边60个鸡蛋价格为125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3美元。右边215克原味糯米糕饼干2400，180毫升12覆盆子口服液13560。